冇几耐之后，手持盾牌嘅防暴警察到场，列好队排好阵，一齐咁向前冲，驱赶街上面嘅民众。而喺另一边，有人就向警察掟杂物，警察立即拎住警棍追打人群中嘅两个女人。另一批民众就情绪高涨，有人拎住横额大声咁高唱国歌。